全省一市职校学生记忆竞赛今天上午9点起在高雄育英护校举行，全省公司里一市职校都选派了应届毕业生代表参加。竞赛分为护理科和助产士科两组进行，项目包括有准备工作是否周详、技术操作是否熟练、药剂配档是否恰当、对病人的态度是否和蔼等。评审员逐项的加以评分，以测量学生一试记忆的水准。竞赛将进行2天，并明天颁奖闭幕。